放下手中的家务，潘阿阳开始打扮起来。45岁的潘阿阳是贵州省黄平县古陇镇大寨村的一名苗族妇女。今天是古陇镇赶集的日子，潘阿阳要到镇上的集市去购买一些刺绣用品。古陇镇位于贵州省黄平县东南面，距县城27公里，距州府驻地凯里51公里，全镇国土面积228.2平方公里，总人口8.3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8.7%。每年的农历9月27日，全国10大民族传统节日集会之一古陇芦笙会都会如期举行，前来参加集会人数多达几十万人次，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据苗族简史记载，古陇芦笙会是贵州省苗族九月芦笙会规模最大的民族集会。苗族927芦笙会呢，是最隆重的芦笙集会，各地都有芦笙会，但唯独我们这里呢是庆丰收。每年这个时候，无论去多远工作的乡亲们都会赶回来过节。他们春节可以不回家，但是芦笙节呢一定要回来。阿幼朵出生于贵州省黄平县古陇镇大寨村，妈妈龙通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古歌传承人。从小听着妈妈的歌声长大的阿幼朵非常热爱唱歌，因其美丽的歌喉而被人们称为苗龄百龄。我是在苗寨长大，从小呢是听妈妈的歌声长大的。苗族的音乐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非常好听。那我会尽我的能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我们苗族的音乐，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苗族的文化。阿幼朵在向歌坛攀登的路上，成功的荣誉接踵而至，现已成为当今极受欢迎的青年歌唱家。一年一度的927芦笙会日益临近，古陇镇的民族服装市场相比平日热闹了很多。这个市场集齐了当地民族妇女的穿戴所需。潘阿阳每次来到这个集市，除了购买一些物品外，都要转上几圈，每次都会有不小的收获。在这里摆摊的大多都是来自民间的刺绣好手，潘阿阳当然不会错过与他们交流的机会。与民族服装市场同样热闹的还有古陇镇银市一条街。受当地服饰文化的影响，这个8万多人口的小镇每月的白银消耗量多达2吨，
古垄岩石一条街，店铺林立，各种岩石琳琅满目。在这里，你只需挑选岩石的花样，而不必担心买到假冒伪劣的岩石，因为这条街的岩石店大多是古垄镇岩石协会的会员，他们的产品质量均受到岩石协会的监督。别别的喜欢呢，主要就价格统一，质量方面一定保证，给个别的来游客啊都开服，而且放心。杨万富出生于贵州省黄平县古垄镇元良村的一个银匠世家，祖祖辈辈依靠打造银饰为生。杨万富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银饰技艺。1993年学有所成的杨万富前往深圳打工，做的也是首饰加工，一去就是13年。2006年，杨万富已是月薪3万的白领。然而看准纯手工银饰加工市场的杨万富毅然放弃了工厂老板开出的优厚条件，回到家乡开启了自己的银饰加工店。经过10多年的打拼，成为了贵州省黔东南州纯银首饰加工界的领军人物。上面都丢飞丢完卖的一张，那都最近都意思谁买到出门，所以常常呢来围着那头对接和价格低了办法，这样来价格低都销售，你来下步你都是你都是个我是个来弄一个。古垄苗族银饰款式繁多，造型独特，常见的银饰有大花银帽、响铃板像、纽丝像、小米像、链像、各式手圈和耳环等。工艺最为复杂的银饰要属大花银帽。大花银帽亦称银冠，其帽顶满铺银质草片，片上满含细银丝旋成的螺状枝干，干尖撑着呈盛开状的上百朵银花，高低错落，状若花篮。为了在卢生会上向民众展示银冠复杂的制作工艺，古垄银饰协会的银匠们决定制作一个巨型的银冠。你给他喜欢呢，别个问你呢，下面我把它叫你，我家庭那边，我那全部手工这边，为了九月六十会，暂时这边少数这边的金牌呢，手工艺。正当银匠们忙着制作银冠的时候，石国周老人也因为927卢生会的临近而忙碌起来。今年61岁的石国周是一名卢生制作工匠，家住贵州省黄平县古垄镇岩门司村。这个坐落在清水江畔的村寨与卢生颇有渊源，100多户人家的苗寨，有30多户人家世代制作芦笙。我今上八十点钟给做皮靴，咱们那不给俺，买叫教学员不给俺，很冷淡的都在这大学教学员给，人家说咋的咋的要来给俺去家里收钱。芦笙是苗族节日中必备的乐器，也是苗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因此制作芦笙的工匠也备受人们的尊敬。现代化工具的介入
缩短了芦笙制作的时间，但关键的环节靠的依然是手工技艺。一把音质纯正的芦笙，凭借的依然是工匠的经验。啊，这边主要特下俺个土上，你给啊，建议给个个补个，啊，建议给大哥大哥，最主要就喝二喝二斤鹅呢，还给二个喝二大斤鹅给大哥。几十年的芦笙制作经验，让石果洲在当地颇有名气。每年有200多把芦笙出自石果洲之手，销售到周边的县市，而且供不应求。在苗族地区，节日活动大多集中在农历二月和九月，这段时间是石果洲最忙碌的时候。这几天，石果洲每天都会接待很多来买芦笙的客人。为了让女儿在芦笙会上穿上苗族盛装，潘阿阳加快了手上的速度。古陇苗族女盛装设计考究，工艺精巧，华而不俗，素而不简，每件盛装都镶嵌繁多的挑花绣片，图案布局讲究对称性和规整性，繁而不杂。整件衣服为深紫红色，挑花图案的表现形式具有极端的抽象性，有的图案只具备事物原型的基本轮廓特征，有的只表现事物的基本特征，然而妇女们却能认出并且呼出其名。一身华丽的盛装不仅体现了苗族妇女的心灵手巧，显示针线工艺水平之高和内在美，也体现了苗族妇女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追求美好的愿望。潘阿阳今天格外的高兴，女儿雷一秋和雷雪梅从外地回来了，他要带他们到镇上试穿盛装。姐妹俩对妈妈定制的盛装相当的满意，现在要做的就是挑选合适的银饰。在苗族地区，一套完美的苗族盛装离不开华丽的银饰。苗族以银为美，以重为贵，传女不传男。苗族姑娘所穿的盛装也是他们的嫁妆，一套盛装承载的是母亲的爱，也是父亲的血汗。别来顶棚呢，爱顶棚呢，还要好别，因条件就跑呢。爱姐呢，要买多年路牌，我为毛快点就拍这跑呢？在西口呢，或者有一边，帮在外家带儿女个互动点忙。农历9月25，85岁的龙通真老人终于盼回了女儿阿幼朵。老人家49岁的时候才生下了阿幼朵，
所以对这个女儿非常的牵挂。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屋顶的小阳台上，悉心照料的花儿竞相开放。阿幼朵正在整理芦笙会要穿的演出服装，嘴里哼着刚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苗歌。甜美的歌声却时常被老人打断并纠正。在歌迷眼里，阿幼朵的歌已经唱得很好了，但在母亲的眼里，阿幼朵始终是那个咿呀学唱的孩子。听闻姑姑阿幼朵回到家的消息，雷一秋姐妹俩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急忙赶来相见。阿幼朵既是他们的姑姑，也是他们的老师。每次回到家乡，阿幼朵总要在寨子里转上一圈，感受家乡的味道，寻找童年的记忆。回家的日子是阿幼朵最快乐的时光。苗歌是阿幼朵音乐创新的源泉，每次回家，阿幼朵都会用录音设备搜集苗歌。灯光下，潘阿阳正忙着给女儿的盛装定音室，所有人都在为九二七芦笙会做准备。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大寨村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中午时分，展示民族风情的游演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芦笙会开幕式现场前行。古陇镇成了歌舞的世界，银饰的海洋。阿幼朵非常热衷于家乡的活动，刚刚参加完迎宾仪式，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往开幕式现场，那里还有一场歌舞表演等着他前去主持。极具亲和力的阿幼朵，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今天看到了第一年看到这么多的蘑菇，看到了这么多的公主在下面，我特别的激动啊！一首《水月亮》带给大家，祝父老乡亲们节日快乐。
看着女儿们穿着盛装在台上尽情的欢唱，此刻的潘阿阳很是欣慰，从他身上折射出的是一名苗族母亲深深的母爱。芦笙会的第二天是采芦笙的日子，苗家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赶往芦笙场，在这里姑娘们展示自己的美丽，小伙子们展示自己的才华。芦笙场是苗族男女相识相知的开始，芦笙场永远是苗家人最向往的地方。古陇镇大寨村的广场上，来自各地的芦笙队伍各显风采。悠扬的芦笙曲调似乎在述说着苗族对祖先的怀念之情，简单的芦笙舞步恰似苗族先祖迁徙的步伐，于是他们乐此不疲。斗牛是苗族最热爱的活动，虽然天空下起了雨，但依然不能阻止人们对这项活动的热情。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为期三天的芦笙会一晃而过，雷一秋与妹妹含泪离别了父母，再一次远走他乡。杨万富继续奔波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的梦想是把民族工艺品卖到世界各地，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把古陇镇变成中国最美丽的银饰之都。两个儿子都子承父业，
这让石果洲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芦笙是苗族文化的传承物，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人民，把优秀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这是阿幼朵鲜花一般灿烂的梦想。为了梦想，阿幼朵不得不再一次与母亲离别。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他们随波逐流，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是故乡的记忆，铭记着的是那悠扬的芦笙旋律，不曾忘却的是那俗成的约定，难以忘怀的是那淡淡的乡愁。古陇芦笙会是生活在这片地域的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景，短暂的离别只因为了更好的相聚。每当到了丰收的季节，芦笙盛会的召唤如约而至，人们便会风雨无阻地重聚于此，年复一年。